还有冰机。欢迎欢迎的。打把中单猴啊，我已经很久没有打过中单了。机器人配维恩，锤石配侠，上路卡米尔狼人。他们家三路除了中路啊都挺好抓的，中路俺俩没控制吧。미니언들이상성되었습니다모든상황에대비해朱丽叶的秋天前期一级就别跟他打，我一跟他打他就拿东西晕我，不合适。他二级能秒我，我也能秒他。主要是这是看怎么玩。往左边插个眼啊。蓝枪去反我们家蓝，没反到。可以，这死哥打蓝枪把蓝枪杀了，哎呦我，漂亮啊兄弟！我决定我直接回家了，这波。这是一波很好的回家机会啊！这波直接回家，不要继续跟他耗了，没有意义。这波直接回家，兵线过不来，哎，然后呢，我们出来还能吃到兵，还不会被耗很多血，就很虚服。赶巧了，还能卡波兵线。来，卡波兵线。这就别推了，推了的话没有他吃兵吃的多，经验比他低。我这把有点打不出来优势了，我发现打这冰机呀、不好杀。回家组一波 B， 这波兵他推不过来。哎，来个这个，把这俩卖了，理个财。给你调一下啊，谢谢落地成盒大管子。
少了三个兵还行吧，可以接受。右边插了个针眼，一会儿把他排了去。这不打小龙去了呀？这你这蓝够用吗？可以，ADC 能死吗？ADC 死不了，你唱什么歌呢？跟我俩在这起杀心了，你们发现没有？发现了吧？啊，要起杀心了。我打个 F 六去。大的先留一手，等个线儿过来了。回家，偷我们的耀光。我还压他刀了呢，你们发现没有？我还给他刀给他压了呢。刚才死个退线没问题，基本操作呀。百分之百这是去下了，这是他往下走的。还不回来，还不回来，我给你都吃了。把这针眼给他排了，这河道太危险了。嗯，他是不是把我大鸡吃了？没吃。往下走一波啊，这波下路比较危险。
这把节奏比较快，把下路给他拔了。我不能来一趟，我啥也没捞着，你说是不是？ 中路的线我少了一波，能勾过来吗？不行，算了。 아군이 당했습니다. 적을 처치했습니다. 난 언제나 최고지. 先杀鸡，先杀鸡，先杀鸡。 ADC 感觉是没啥用啊，可以。我这100多护甲他都打不动我。 哎，我这刮痧跟我玩云顶之弈呢，是不是？开始刮上了，回家了。 虽然我们家优势很大啊，但是这个冰击吧，还是比较麻烦的，容易让他翻盘，有的时候。 我们先杀人，杀！兄弟，哎，没回上来血呢，那怎么？这不应该呀，这波凯旋没回上来血啊！哎，我天秀，凯旋回血，等个 E 的 ADC， ADC 又死了，然后锤石也得死，这波三杀。 凯旋回血回慢了，本来我602了这波，502，没有602，502，可惜了。 投降了，算一了，行，拿下，轻轻松松。
这些咩